边开始，我儿子可以少说一点。太对了，但是转来转去也是个事儿啊。咱们比赛就是比赛，按规则来，还是从圆这边开始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干啥呀？酸辣粉。错。哎呀妈呀，这样就算了。这也太没挑战性了吧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就没有挑战性，就剩有什么兴趣玩下去？就剩你一个，你看着办。我真的不想欺负，不要欺负小郭。不行！我输了这么多，大林你错不了，我们四个人打你一个。其实话又说回来，这个游戏谁也帮不了谁，对，全是靠着自己。规则就是规则嘛。好吧，来，我们看看我们第二支队伍的比赛。我弃权，我弃权，你是谁？我弃权，你是谁？看晴雯。我弃权，你是谁？看晴雯。我错了，你们懂。看晴雯，我这个真的要说一下，要不是他说的不清楚，就是我听的不清楚。我觉得是他说的不清楚。他说的不清楚。这个，是你听的不清楚，但是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这个学术性太强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可以原谅一下啊。刚才说的什么我忘了。我们再给一个机会吧。再来，就给机会了。要不然从我这开始算了。也可以，也行。来啊，你就回我是吧？他回的是郭麒麟。来，生孩子。生孩子我不会。生孩子我不会，你会吗？生孩子我不会，你会吗？不可能。生孩子我不会，你会吗？不可能，就是我。生孩子我不会，你会吗？不可能，就是我。看田园。生孩子不可能。那个，我觉得你是一特别好的兄弟，因为我也想不起来后面要说什么。没说，生孩子这点事儿吧，真记不住。你相信我们也待不了多长时间。哎，没错，来，这镜头人家远点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让着你，从你开始。小吗？啊，四个字。四个字啊，从你开始。啊，送，好好学习。好好学习，有话好好。好好学习，有话好好，天天向上。好好学习，有话好好，天天向上。你干嘛呀？好好学习，有话好好，天天向上。你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。好好学习，有话好好，天天向上。剩下田园和郭麒麟他们了，小哥俩啊。对。谁先说？都可以，都一样，无所谓的事。什么？他先来吧。赶紧。小吗？啊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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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郭麒麟来啊。五个字儿，开始。板鸭筒子鸡，板鸭筒子鸡，这个真好吃。板鸭筒子鸡，这个真好吃。尖窜火鲤鱼，板鸭筒子鸡，这个真好吃。尖窜火鲤鱼，江米酿鸭子。板鸭筒子鸡，这个真好吃。尖窜火鲤鱼，江米酿鸭子，你爱吃吗？啊啊！哎呀！有点牵强，有点牵强。你爱吃吗？啊啊！六个字。哎，对了。您是当亲爹的吗？打成这样，您不管。不是，我得跟我儿子说一声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行业的嘴脸。这就叫人情冷暖，是。